海盗喜欢戴金耳环，是因为他们相信能保护视力。细心的观众肯定发现，不管是电影还是海贼王动漫中，海盗们总喜欢戴金耳环。他们相信贵重金属有神奇的魔力，可以明显提高甚至治愈糟糕的视力。乍一听，你肯定觉得很扯。我国古代的确有那么回事。在我国中医学有种特殊疗法——耳针治疗，我们耳朵的穴位对应身体各个器官部位。 耳垂的中间正好有一个对应眼睛的反射区，戴上耳环的时候，相当于随身带了一个按摩器，不停刺激这个穴位，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。